看看新闻网。金星有点忙，除了在电视上继续展现犀利风格，还要在话剧舞台演绎中年人的苦闷。上周末，他又在上海举行了一次慈善舞会。有意思的是，作为一名现代舞者，这一次金星却邀请了不少世界摩登舞冠军前来参加。看来，在武林大会的熏陶下，金星也爱上了这个对他来说全新的舞种。除了主持，金星还计划在当晚的舞会上一展舞姿。尽管跨界上阵不算专业，不过金星却抱着一种我来打酱油的放松心态。会啊，我会啊。那你今天一会儿就是？我会跳啊，当然了，跟那些如果跟那些世界冠军他们切磋，他们带我跳跳挺好的，没有压力呀。在他面前我跳国标是业余的呀，业余的我还怕什么？我也不跟他比赛，对吧？那他在我面前跳现代舞，他也是业余的，对吧？这没关系。当晚的舞会，金星的新老朋友悉数出席，和他在话剧《尴尬》中合作的关栋天特地前来捧场，一睹金星跳摩登舞的风采。好啊，当然好啊，很希望看到这个我们大班跳跳。他是因为跳现代舞看得多了啊，那种无拘无束的啊，随心而发的啊，很放松的啊。但是国标是一个很讲究的一个舞蹈，所以不知道他等一下跳这个国标会是什么恰恰呀、tango 啊、三步啊、华尔兹这种，我看看，我是很期待啊。而在诸位名流的身影中，还出现一位重量级的嘉宾，她就是靳宇希女士。原来靳宇希女士曾经在美国看过金星的舞蹈，而他们俩也是私交多年的好友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金星老师真的是了不起啊。我当然看过了，我美国都看过他跳了。我感觉因为他最喜欢就是跳舞嘛，所以用舞蹈作为一个主题，这个是很聪明的做法。我希望今天呢，有很多人都能够为慈善做一些努力。舞会开始，金星自告奋勇率先领舞，在他的鼓舞下，全场嘉宾顿时没了羞涩，现场顿时重现了百年前和平饭店舞会的经典场面。除了自己体验了摩登舞的美丽，金星还邀请自己的丈夫一同加入舞蹈的行列。虽然先生的舞姿欠佳，不过两人合作的每一步却透露着浓浓的深情。新青年编辑唐希综合报道。